我最爱的菠萝油，台南港味大公开，这一口咬下，酥脆外皮，咸香奶油，猴猴梅啊！这家在台南的港式料理真的爆炸好吃，太雅好矮嘿，美森，今天带你们来到连香港人都很爱的糖勒凉茶池，他们家的菠萝油一直都在美森心中的排行榜哦。酥香的菠萝加上特制奶油，没有人能抗拒。他们家还有超多道地的港式料理，猪仔包、西多士、菠萝油炒公仔面，讲到梅森我都肚子饿了啦，各位我们准备开动喽！第一口绝对要先让给我最爱的菠萝油啦，烤到外皮酥脆的菠萝包加上咸香的奶油，我吃100个都不会腻哦。爆浆的蛋黄配上炒面和酱香入味的瑞士鸡翅，越吃越刷嘴。这个猪扒包的分量真的超级大的，猪排的肉质 Q 弹，越咬越香，还有厚蛋三明治，蛋香味十足，饱足感满满。这家是许多人的口袋名单，也是梅森的爱哦。今天就推荐给你们喽。你最爱的港点是什么？底下留言跟我说吧。